中和区景和高级中学国中部12号在校内的乐活馆举办毕业典礼，应届的毕业班级纷纷上台与老师合照，希望能够在校园的最后一天留下完美的纪念。在这个学校经过3年，感觉好像转瞬即逝，一下子就经过了，很多不舍，就是跟班上的相处，经过了国一的校外教学，国二的那个格宿露营，跟3天2夜的毕业旅行，我觉得能够跟大家有这样的缘分相遇，真的非常的幸运。在这一次的典礼中，校方也安排了天灯道具，在里面塞满气球，模拟天灯升空的样子，让毕业生在上面写下祝福的话以及对未来的期许。新北市只有屏西可以放天灯，所以赖长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在气球里面塞气，就是在天灯里面塞气球，然后让它可以展现蓬起来的样子，然后看起来像是有飞起来的那个感觉。在毕业的这一天，与相处3年的老师与同学合影留念，在未来也带着大家的祝福，朝着梦想前进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